伊不受练举重，报恩啦，报到我高中了。国中就没办法毕业，我跟教练来去帮帮忙，那时候不知道。然后死老啊，可不可以叫他靠口香糖啊？去做就是类似就是劳改那种感觉，然后一到四楼的那条走廊，我在靠了。然后每天下午，每天下课就去，因为我教练不要让我去乐事情，每天下午就是训导处泡茶。每天呢、啊，他把我牵得很好，被压走的那几二十几个、啊。十几个都配枪，拿步枪，要压住，无叫啊，一世人无叫啊，去啊，八年回来，带他去被关的那时候，我就想说，蛮算啊，好甲早起讲，阮教练叫我练心，我两个做去啊，我足冲的，我可能阮哩挂内底上冲的，你若要冲我足敢。无死就准多少啊！反正安尼呢，看到伊安尼，我去训呢，我打搞无偌久尔，就讲起来。我教练跟我讲哦，你看，今好佳在你来练，无你嘛无用。我想，这个命好像是我教练救，我感觉就感恩呢。